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最后，我们要请教一下立文。事实上，昨天啊，本土疫情看起来就已经不对劲了。但是，蔡总统在脸书上放上了这个要在大家在公投投不同意票的这个图卡，到今天他才开始对疫情来发表谈话。所以，到底总统在这个时候最关心的是什么呢？总统就是也是慢很多拍啦，哈。那么上个礼拜五开了一个假的反黑会议啊，结果现在新的报道出来，那个民进党不止台北县党部沦陷，台北市嘉义市党部觉得他们的立委有问题，现在连彰化县党部也通通都沦陷了，通通都是被黑道所把持。但是呢，我们的总统呢，他呢每一天都还是这样大拉拉的，然后呢神隐。然后现在呢，在叫大家投不同意票的公投，其实我觉得总统应该要尊重民众的意见，让大家充分的去讨论这四个很重要的公投案，让所有专家的意见、公民的意见。